老人。啊，我看出来岁数挺大的。我是他爹。你是？啊，我不是爹，我不是，我是他那个。他，你是我对象，你忘了啊？是，叔叔好。现在聊不，我去给你俩切点水果。笑啥呀？我不要你钱啊，我不用你管。我现在生活挺好的，这对象处的也挺好的，你就别闲吃萝卜淡操心了。我这不听说你外面欠了不少钱吗？欠点是欠点，但问题不大，我再挣2000块钱，我都能给你公司买了。你说我听了个消息了，你说我亲自来给送钱，你说你爹做的不到位吗？你说你怎么跟你爹这么说话呀？哎，你别爹的占我便宜了呗，行不行？那20来年的我都跟我妈自己过的，完了你上来就让我管你叫爹，你顶多算个生产厂家。叔叔先吃点香蕉吧，家里没啥水果了。十七，你洗香蕉干啥呀？这都有皮。你这整的连汤带水的，哪有洗香蕉的？这是不是多此一举啊？这事儿干的是不是些？啊？哎，丫头，咱俩加个微信吧。不是你干啥呀？这是我对象啊。你不要放肆啊！咋的？没什么用啊。看没丫头，咱俩呀，挺长时间就是不在一个线上说话啊，不在一个频道上。丫头们说，你以后啊，真的，你俩还有什么困难呢？你单独告诉我。哎，用不着。用不着，这么的，那个老人你也挺忙的，你该忙啥忙啥的。实习你帮我送一下呗，行吗？哎，你这孩子，你，哎，慢走啊！再来，老人，别再来了，老人。那说明慢走啊，明天再来。哥，你咋说我是你对象呢？我让他看我过得挺好，赶紧走得了，看闹心。咋的？你爹这样啊？我咋样了？这感觉你爹挺关心你的，但你咋不太尊重你爹呢？不是，你听过那句话没？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我感觉你爹对你挺好的。你挺支持他呀，你爹家群的。什么爹家群？哎，就是他这一年不知道搁哪挣点钱，今天来说啥要给我，但是我妈这一年给我拉扯大太不容易了，我跟他多说一句话都感觉对不起我妈。但我感觉叔叔现在也挺好的。不是，你看现在。那小时候一喝多回家就跟我妈吵吵，那时候我就决定了不结婚。为啥呀？我怕我随根儿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但是，一想婚后生活要真这么支离破碎的话，真挺可怕的，还是算了。婚姻还是美好的。我相信婚姻是美好的，但是我不相信它能落我头上。别这么悲观，这样哥，咱演一下。啥呀？我给他演一下婚后生活，我得让你重拾希望呀。你推门，你就说媳妇，我喝多了。不是你小孩啊！哎，我没穿拖鞋。哎，喝多了吧？这么晚才回来。谁大白天喝酒？我白天我进去。哎呀，你好好演。啊，行，喝多了，喝多了。吐没呀？难受不呀？那我是吐是没吐啊？你问我，你好好演。啊，吐点，吐点，行吗？那你坐这歇一会儿啊，我给你做点蜂蜜水。你先喝点蜂蜜水。我再给你做点疙瘩汤，饿了吧？真做呀！你饿了，别做疙瘩汤呀。看我干啥呀？马上就好了。来了，疙瘩汤好了，快吃吧。给你这个吃吧，那时候烫。同事累不？挺好的。最近应酬最辛苦吧？还行吧。哎呀。嗯？干啥呀？辛苦。也没有。